基隆市救国团会长联谊会111到112年总召游正义特地和大家一起逐一搬运700斤的白米到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里面，希望在中原普渡孝亲月，帮助中心院民和学员们用餐方面不虞匮乏。那我们今天来捐赠白米700斤的白米，那想借由今天的这个白米给我们中心一个助眠小小的一个帮助。那再来这个月因为也是孝亲节，那我在这里也祝我们助眠大家一切平安顺利。联谊会的善行也受到负责经营管理中心的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由衷感谢。来这栋大楼当中的我们住民还有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个关心，那在此代表中心也代表我们伊甸基金会在基隆市的各项的服务，来谢谢我们各位会长为我们联系这样的资源。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